预备式，并步站立，两手自然垂于体侧，目视前方，周身放松，身体中正，呼吸自然，目光内涵，心平气和。北陀现处第一式，左脚侧开半步，两手松垂体侧，两臂前抬至前平举，两臂曲肘，合掌于胸前，目视前下方。两臂前抬时，掌心相对，指尖向前，合掌时掌根相对，与檀中穴同高，掌心含空，掌指斜前30度，虚掖。韦陀现处第二式，两肘抬起，两臂前伸外展，坐腕立掌，目视前下方，两臂前伸外展时，掌心向下，坐腕立掌时，五指自然并拢，两掌外撑，立在掌根，脚趾抓地。韦陀现处第三式，松腕，两臂内收，曲肘至胸前，两掌内旋，提肘上托，舌底上颚，咬紧牙关，目视前下方，两臂内收，曲肘至胸前时，与胸相距一拳，两掌上托时，掌指相对，提肘时，两脚跟充分提起，下颚微收，脊柱竖直，力达四肢。摘星换斗式，两脚跟缓缓落地，两手握拳，变掌下落，身体左转，屈膝，右掌摆至左髋旁，深吸，身体右转，右掌摆至头顶右上方，转体时，以腰带肩，以肩带臂，换斗时，左手掌背轻贴命门穴，右手中指尖垂直于肩俞穴，目视掌心，一手命门，呼吸自然。倒拽九牛尾式，左脚向左侧后方约45度撤步，右脚跟内转成右弓步，同时左手内旋后伸握拳，右手向前上方画弧前伸握拳，重心后移，右臂外旋，左臂内旋，曲肘内收，目视右拳，重心前移，两臂放松，前后伸展。初掌亮翅式，
两臂环抱内收，两掌立于云门穴前，展肩扩胸，两臂前推瞪目，松腕曲肘，收臂于云门穴，两臂前推时呈荷叶掌，两臂回收时呈柳叶掌。酒鬼打马刀式，躯干先右转再左转，两臂分开，左手背贴于脊柱，右手中指按压耳廓，手掌扶按玉枕，目视左后方，身体右转，展臂扩胸，目视右上方，屈膝左转，右臂内收，目视右脚跟，动作对拔拉伸，尽量用力，身体自然弯曲转动，协调一致。展臂扩胸时自然吸气，松肩合臂时自然呼气。三盘落地式，左脚向左侧开步，屈膝下蹲，两掌于身体两侧下按，发嗨字音，缓缓起身，翻掌上托，两掌下按至环跳穴高度。屈膝下蹲分三种高度：微蹲、半蹲、全蹲。下蹲与起身时，上体始终保持正直，不应前俯后仰。青龙出爪式，两手握固至腰间，全轮贴于章门穴，右臂侧举，曲肘曲腕，右掌呈龙爪，躯干左转约90度，右掌左探，身体左前屈，右掌下按至左脚外侧，躯干右转，右掌画弧至右脚外侧，缓缓起身，右手握固收于腰间，目随爪走，意存爪心，下按转掌，握固起身时两膝伸直，缓缓立身。卧虎扑食式，右脚内扣，左脚回收成丁步，
两手握固于腰间，左脚迈步成左弓步，两拳先上提，后变虎爪前扑，脊柱由腰至胸节节蠕动，两爪随势下按，后腿屈膝，前脚跟稍抬起，随后塌腰挺胸，抬头瞪目，起身左脚内扣，双手握固收于腰间，脊柱蠕动与两爪下按前扑协调一致，塌腰挺胸抬头瞪目时，腰背部呈反弓形，打弓式，起身，两臂外展至侧平举，曲肘掩耳，食指弹拨中指，击打枕部，躯干前俯，由头经颈椎、胸椎、腰椎、骶椎，由上向下逐节缓缓牵引前躯，目视脚尖，起身由骶椎、腰椎、胸椎、颈椎，头由下向上逐节缓缓牵引直立，食指扶按枕部，指尖相对，第一遍前屈小于90度，第二遍前屈约90度，第三遍前屈大于90度。吊尾式，把耳，两臂前伸，屈臂插指，内旋前推，俯身，两掌下按，目视前方，头向左后转，臀向左前扭，头向右后转，臀向右前扭，翻掌下按时，塌腰抬头，转头扭臀时，头与臀部做相向运动，目视尾闾，收势，缓缓起身，两臂上举，下按腹前，并步收势。